她就是我梦中的那个女孩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是谁？这跟穆冠莲怎么了？她不会是个变态吧？ 先生，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？退房。是一起结还是分开结？分开结。我又不认识你，凭什么一起结啊？就当做是昨晚的赔罪吧。哼，你不提还好点儿，昨天晚上的事是用钱就能解决的吗？我很抱歉。现在抱歉有什么用啊？ 昨天晚上折腾了我一晚上没睡着，你们折磨的不只是我的身体，还有我的灵魂。笑什么？不是，我跟他，不是你们误会了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。说，还是我结吧。我不要，干嘛一起？ 要不就一起结吧。必须一起结了。Sorry 啊，穆冠莲，一个大男人，是不是经常出门不带钱？第一次。你打算怎么还我钱啊？跟我回家取给你。跟你回家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对我怎么样啊？ 拿手机，回家取了钱，立马转账给我，不然小心我报警。哦，转账之前不准把我删了。 不然，我要你好看，啊！很凶的。